好，接下来有些细部的各位自己回去可以再调整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们来加一点东西，可以让你的这个，比如说让你的这个黏力可以俏皮一点点，好，可以俏皮一点点。比如说呢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今天到 Google 里面，我今天去 Google 里面，然后切到图片，啊，切到图片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想要，哎，我很喜欢哆啦 A 梦，或者哎，各位的小朋友，假设很小，或者是各位的孙子很小，我们想要放比较可爱的图片，那我就把，比如说像哆啦 A 梦，我就把哆啦 A 梦，哎，啊，在 Google 的图片里面找到哆啦 A 梦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图案。那图案哈，我们就直接 Google 看到这个图案，我们就直接针对它，看起来现在看到的是小图，我们就可以针对它，比如说我假设到这一张，我就按右键选运存图片，然后把它先存在桌面上，或者存在图片里面，我存在桌面上好了，好，它叫未命名，随便我就叫让它未命名，存档，好，我就存一张图片下来，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有一张图片了嘛，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在 Excel 里面，我可以插入图片，然后把刚才的那个哆啦 A 梦插进来。好，我可以弄俏皮一点，比如就在这个地方，可是它多多少少会挡住一些啦，哦，你当然如果你觉得太大，你想要小一点，不要挡住太多的日期。啊，你可以设小一点点，啊，假设而且尽可能放在大概中间的位置 ，OK， 好，啊，当然你可以先，我建议各位先不要缩小，因为我们要先这里，你看这边有一大块白白的，我希望把它变透明 ，OK， 那我可以用我现在选在图的情况之下，好，啊，有时候它没有。它有时候你假设你在做别的事情，然后这时候你点这张图，有时候你要按两下它才会切到格式，切到格式你才可以看到有移除背景这个选项，所以这时候我按移除背景一按，嘿，它帮你算好了，哎，本来好像感觉好了哦，可是你按旁边，哇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因为呢，来，我先还原 Ctrl Z， 因为呢你的背景是白色，这里的身体也是白，这里什么嘴巴，这个周围也是白色，然后甚至他有可能把这个蓝色，他觉得跟白色差不多，没有差太多颜色，他也把它当成要透明，就整个就透明了。所以你今天你要针对这张图，比如说按两下哈，重来一次，按两下，移除背景，好，这样之后呢，你可以有标示区域。已保留，所以我们就标示区域已保留，就可以开始画。比如说，我大概是在这个范围的要保留下来。我用点的，到这里点一下，好，到这里点一下，到这里点一下，有没有？慢慢的这里点一下，这里点一下，好，就该要的你觉得要保留的点一下，好。OK， 至少这里这样点一点，大多数都可以起来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会有一点例外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。啊，至少你先把它都点起来。啊，点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先点到旁边看看，大致都起来，眼睛还没到，然后连白色的地方也被镂空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再去点一下图，啊，再去，你刚才最好是。在移除背景这里哈，你再去标记，比如说你要还有要保留的，你可以再去保留。好，那事实上还有一些是设定这个部分，我们先一个个来。像比如说有一些白色是 OK 了，我们可以再多标示几个出来。啊，像你看这样子就可以出来了，白色就可以，或者是你就这样刷过去也可以，按下去刷过去，按下去刷过去，有没有白色慢慢回来了？有没有刷过去？有没有大致的都回来了啊？然后差不多，哎，这边还有一点点，再移一下，是不是整个感觉都起来了？好，这时候我点旁边
哦，当然还有一点点，这边还有一点黑色虚线，还没弄，至少就已经起来。等到我再把它调整好一点，比如说像这个地方，有些标示区域保留，我再把这个地方，一个是我把这个线拉出去一点，哦，那有时候又回来，再去调一下，哦，然后把外面的线稍微再画一下。因为有时候你这个线这里周围有八个点，你有没有看到周围有八个点？这八个点如果你今天没有设外面一点，你那有一些东西它会一样会把你拉移除掉。哦，那这样子你可以再把某些部分再移回来，再去点一下，画一下。假设都 OK 了，好，假设都 OK 了，点旁边，是不是哆啦 A 梦就好了？当然这边还有一点点了，这可以在细部修改一下。然后调透明之后，你把它缩小一点点，就可以摆一个在这里，就很可爱。比如说呢，我再做一次哦。比如说我再抓第二张图，哆啦 A 梦，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哈。比如说我抓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一样，按右键，另存图片。好，一样是存在桌面上，叫 images.jpg。好，存档。接下来呢，回到 Excel， 一样插入图片。我刚才在桌面上找到这张哆啦 A 梦，插入。有时候你要好处理，你可以先把它放大一点来做处理。然后呢，在图片工具的格式移除背景一设，你看，先把框线移到整张图没有白色的范围。区域都要包进来啊，就是除了白色，你看以上是白色的，这确定要去掉的，你可以不要刮到它，其他都可以稍微选到。好，都选好了之后，接下来标示区域与保留，所以呢，开始用按着画一条线，放开，按着这样子画，哦。OK， 有没有就慢慢回来了？啊，你就随便画，至少有应该要保留的，就把它画一下保留。OK， 哦，或者是你就直接点一下，不过有时候点一下有点慢，干脆用画的。我看一下点一下这边，你看这有时候它反应有点差，所以变得有时候你要用画的比较好。哦，它其实都是电脑去判断那个范围哪些是一起的，然后该不该把它设不透明，有没有？就是类似这样子，这样看起来好像哆啦 A 梦被切了好几刀。OK， 哦，所以你至少你这样子整个都画好。哦，重点是它变成紫色那区域，你要把它变回来的，你就把它这样画，差不多了。假设差不多都 OK 了，这边再画一下，啊，等一下我有画到我 Ctrl V 一下，再来，假设 OK 好了，假设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我再点外面，有没有？差不多。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些，各位自己再去把它处理好。处理好之后，你就把这个。缩小一下，然后比如说再放到哪一格了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在你的这里面多放几个，就有不同的感觉，可以吗？如果就不用浮水印的话，那当面这个图就挡到了，是不是？浮水印的话当然会比较好，但是浮水印在2010年的做法很特别，我们玩那个这个可能今天教会比较，因为它有一点复杂，稍微还要再做一些调整。它其实哈，哦，是要在插入的那个页首页尾里面做，它不是在这上面插入图。OK， 所以它这里有点复杂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插几个前景当可爱的，到时候我们下个礼拜再稍微把那个浮水印的部分再跟各位讲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先有机会先把这几张图回去可以多加几个，啊，然后让它背景不要透明，啊。对外，你不一定要哆啦 A 梦，什么皮卡丘也可以啊。因为如果你做给小，如果你到时候印了这个万年历是要给小朋友的，
你就可以加一点比较可爱的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是希望给大人的，你的背，你希望放一张大的背景是一个风景，那到时候我们还有要把那个背景要刷淡等等的这种过程，所以这个慢慢再跟各位讲。好，所以各位尝试来做一下这个图，好。